何为善恶？凡是有益于人的是善，只利于己的是恶。有益于人，就是骂人打人都是善的；只利于己，就是敬人礼人都是恶的。善也有偏正，那么何为偏正呢？丞相回来了，丞相回来了，丞相回来了，是啊，当官当的好厉害，丞相咳嗽把您给放回来了。啊，有劳大人了，各位乡亲，王浩堂主老高老还乡，以后称我文一公便是了，不好再称再见。哎呀，可使不得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啊，被罢了官的人还敢弄这么大的排场，也不知道你这老儿贪污了多少银子，快点拿出来，孝敬孝敬老子，快点拿出来！大胆狂徒竟敢辱骂丞相，来人啊，给我拿下！是。且慢，他不过是酒醉胡言罢了，放他去吧，不必跟他一般见识。哎呀，大人，此人胆敢对您如此无礼，应当严惩，不能放过呀。一个醉鬼何必跟他计较，事后他也会明白的，赶走他就是了。哎呀，丞相，算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咋还走？听见没有？快走！想打架，大爷还就是不怕了。打人了，打人了，当官的打人了，没王法了。这个坏蛋，由他去吧，我们绕路回府。小子，吕丞相肚子里能撑船，不跟你计较。也就是，走吧。当朝宰相都怕老子三分。看你们谁还敢碰我，哼，碰我要你的命，哼，我是谁，我是无赖，我怕谁呀，啊，我谁都不怕，哈哈哈，我谁都不怕。冰糖葫芦，火上芝麻，火上卖包子了，卖包子了，年糕，刚刚出锅的年糕，卖年糕了！小师大，给大爷来块年糕！不给！往哪儿跑？那你可得给钱！大爷吃你块破年糕还敢要钱？我招打你！给你吧！大碗茶了，大碗茶，给茶。谢谢您。啊！啊！啊！钱找丞相要去。啊，我的钱还没给呢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无赖，这个混蛋！抓住他！杀人了！别拉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！别跑了！抓住他！别让他跑了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老爷，茶来了，有个好消息。嗯，什么好消息？去年对您无礼的那个无赖，您还记得吗？嗯。前几天他因入室抢劫杀人，现已被官府归案，马上就要处死了。你说这是不是活该呀？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假使当初他辱骂我的时候，把他送到官府去治他的罪。以此小惩罚，使他能升起戒心，也不至于弄到今天这一步，做出屠财害命的事来。这都怪我，本希望他能自觉自悟，没有想到啊。吕公当时只是想心存厚道，希望那人能自觉自悟，可没有想到这样反而养成他的过恶，以至于今后犯死罪。这正是以善心行了恶事啊。那老师，我想问个问题，是不是还有以恶心行善事的呢？
张老爷，爸爸慈悲啊，我庄稼全没了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穷鬼啊，我种粮都借给你们了，哪还有粮食啊？我都快喝七百分了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也快喝七百分了，我们快走吧，快走。没呀，没有去想好了，别在这穷喊。他们走了。抢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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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抢啊！不能抢，不能抢啊！你们，哎呦，不能抢啊！老爷呀，没法儿抢了，我快来人呐，到你了。你们不管，我自己管。没了王法了，哦天！回家去，我自有办法。来，这条路，快点走。好，九长，九长，哎，这小户人家原来太少，钱也不多，不痛快。对，明天还是去张先生家，他家粮多，钱多。哎，对，咱们就要抢菜抢水。反正棉花没人管，咱多抢几家，多抢。哦，抢钱粮喽！钱喽！抢钱喽！给我狠狠的打，让你们抢粮抢钱，什么百姓啊，暴民土匪！使劲打，别手软。打、哦、老实了吧，打，狠狠打，别以为无法无天了啊，以后你们还敢不敢抢粮食了、不敢了，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你让他杀了我们吧。哼，你们这些暴民，不狠狠的治你们，你们以为就没有王法了？哼，善者为政，恶者为偏，人人都知道，但也有以善习而行恶事者，正中偏也，如吕丞相所行之善；以恶心而行善事者，如张乡绅虽然为了自己私利私设刑堂，把抢劫的人抓来惩罚，可这样却平定了抢劫，不然这些人没人管，就会变成暴民，就会扰乱社会治安，此乃偏中正也。善的偏正要清楚明了，才会认清是之善恶。